的那一天，最辛苦的那一天应该是元宵节，因为为什么？从林登辉时代，从陈水扁时代到现在的马英九时代，他们每一年都放天灯哦，总统是三军统帅，但是元宵节我指挥总统。最爽快的时候，那当然现在有一些讲，因为我技术方面我是，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是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，这么十几年来，那个表演的天灯，大的小的天灯，我是100%成功，所以说，我敢讲，我们技术是应该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应该是，不敢说，我说我第一名应该没有人敢说他是第一名，我说我第二名啦，没有人敢说他是第一名。